坐点已了，听你讲少年的时阵你有外老，吃苦吃歹无计较，怨天怨地嘛袂晓，你的手我的，甲你牵条条，因为我是。将青春嫁在恁家，阮对少年就跟你跟到老，人情世事嘛已经看透透，有啥人比你较重要？阮的一生献给恁家，才知幸福是吵吵闹闹。爱回去的时阵若到，你就让我先走，因为我会不甘看你为我目屎流。我们请阿德老师为我们做讲评评话。我倒是可以，就是想象说你为什么要唱给啊？用一个这样的角度唱给啊？啊，因为男人好像没有办法太表达太细腻太直白的感情，所以都会用硬邦邦邦的方式，这就是你的属于你这一款的给啊啦。我感觉上是这样子。好，反正今天两个都很真情流露啊，谢谢。谢谢老师。谢谢。好，我们请亮哥为我们做讲评。好，有时候 PK 是这样，两个人紧张哦，就是各会有一点点的小失误。但是今天你们两位是都唱得很好，好、哦，就是这不一样。我觉得今天两位带来的歌曲，我觉得都是水准之上。那评话呢？我觉得这首歌它其实，相较于金江会来讲，就是它有不一样的难度啦。就是他的在不管是在歌词的复杂，然后感情的堆叠啦，或者说他的你对你的一些你自己的诠释的一些音阶的东西哈，那或者说口气的轻重，他的层次是更多的。他其实难度我觉得在音乐上是分数是比较难的哈。那我觉得你其实也有做到你自己的水准之内。所以我觉得两首歌今天其实分数都我是觉得都不错，那就是说看评审大家各自喜好哪一首了，好不好？很棒，谢谢老师。